全民普发6000现金，适逢母亲节购礼热潮。不过，该送什么礼，应该让很多子女难以抉择。保养品还有按摩舒压系列是东区一间购物中心的热销。另外，母亲节聚餐商机回笼，像是吃到饱平价餐厅，还有意大利面等都很受到欢迎。母亲节推出活动优惠，抢攻这一波的节庆潮。舒压筋膜枪、肩拍按摩带，一系列的好礼是东区这间购物中心母亲节主打的送礼好物。而另外像是保养品、锅具组也都是妈妈们的最爱。搭上了全民普发6000现金消费热潮，购物中心推一波的促销优惠。化妆品满2000送200的活动，全馆3000送300的活动，而且大家非常喜欢的日系品牌 Uniqlo 跟宜得利也首次的参加我们全馆的满千送百活动，就欢迎大家好好的利用这次的机会，可以选购礼品送给最爱的妈妈。家族聚餐同班也是疫后快速回流的商机之一，平价版的吃到饱进军到购物中心的美食战场，四人同行早鸟定位，还可以有隐藏版超浮夸的大鲜肉盘，要让大家吃肉吃个过瘾。而另外一中商圈爆红的意大利面店，是以多口味以及爆炸蛤蜊系列闻名，适逢九周年庆推出了双人套餐，并且与插画家联名送周边小物，让母亲节用餐洋溢着幸福青春。面的话有其实着重在它的口味，因为灵魂酱汁的部分嘛。那我们其实饭混呢最主要特别就是我们的橘酱，那橘酱的话除了这个风靡大小朋友的喜爱之外，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酱料，包含的红酱、白酱等等，那也可以自由搭配我们的炖饭啊或者是意大利面来做组合这样子。这部分做了一系列联名的部分，那特别跟 IG 上面网红的这个插画家 King 奖来做联名，那分别推出了3波，分别我们的联名贴纸，还有我们陶瓷的面包盘跟我们的双肩背带等等。我们最近在大鲁阁新时代还推出了2间物超所值的吃到饱餐厅哦，包括像斗牛士二锅的话，主打的话就是358元，它就有6种以上的肉品可以让大家吃到饱，或者是像我们的雀丝牛牛排，它就可以在350元就可以吃到星级主厨所推出的铁板料理，非常的超值。市场的消费力随着母亲节开始增强，不论是送礼还是餐饮，各家业者都加足马力强打优惠，要搭上这波节庆消费热，为业绩再冲一波。这里林嘉桦台中采访报道。